外一起车祸是发生在昨天上午11点多，一辆卡车在行经国道10号高雄石坑路段的时候，因为右前轮爆胎失控翻落10多公尺深的边坡。目睹这一切的吉普车驾驶非常担心，这车子里头的人已经凶多吉少，赶紧打电话求援。但是随后这卡车司机竟然奇迹似的自行脱困，还爬回国道，这是我们掌握的独家消息。国道十号石坑路段的边坡护栏被撞个稀烂，再往山坡下一看，一辆大卡车已经摔成了一团废铁。看到车摔成了这副模样，路过的吉普车驾驶心急如焚，赶紧打电话求救。必须找，必须找，快点！那个大卡车，那个砂石车。我快狼呢？就在大伙儿正担心的时候，仔细看扭曲的车窗中出现了一个人影。司机来。穿着白 T 恤的大卡车驾驶自己缓缓爬出车外，虽然明显受到了多处外伤和惊吓，但还能自己爬上边坡。该看起来，该看起来。还好全身伤痕累累的卡车驾驶意识很清楚，还能打电话向家人报平安。事后调查，这起意外是因为卡车的右前轮爆胎失控所导致，但幸好卡车驾驶奇迹似的只受到外伤无大碍，实在是福大命大。